360度环绕的照片以及影片。那拍照非常方便哦，上面有一个这个圆点，那按下去就可以帮我们拍照了。那前面呢是显示电量以及时间的部分，可以提醒你哎何时需要充电喽。而且它这样收起来呢，就可以轻松的掌握在手上，也有达到生活防水的功能哦。那最主要我们主打呢，就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手机做个连接哦。只要透过呢这个 Samsung 360的 APP 去下载哦，然后可以搭配我们 S7 以及 S7 Edge， 然后进去之后呢点开，那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它跟我手机做个连接，那它就可以操控，然后帮我们拍出这个360度的影片跟照片。这样棍子。OK， 这样。然后你看我们大家就会一起都在这个画面里面，非常的好玩哦。那这个拍完的照片跟影片呢，你可以上传到Facebook 或 YouTube 360啊，跟朋友分享。那另外我们这一台 Gear VR 呢，就是以后呢我们可以未来趋势是把我们手机哦放进去，那同步呢另外一个人利用我们这个360哦去拍照，那我们就可以哎同时一起就是跟拍照的人有那个身临其境的感受。那这一个关卡呢，就是主要是我们360相机的体验，那我们可以朝下一关。来，我们现在移动脚步了哟。